2023年的暑假，我们经历了买房、整修房子、搬家，迎来了两波朋友。送走朋友以后，属于孩子们的假期才真正的开始了。我们开车8个小时一路南下，来到了佛罗里达的海边，一座叫巴拿马海滩的小城。时隔一年，孩子们又重新看到了大海。这次的海边之旅给我们2023年忙碌的暑假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我们在海边照了一组家庭照，拍照那天正好迎来了我们认识的第11个年头。从海边回来，我们马不停蹄地给孩子办理入学的手续，然后带孩子们去看了2周没有见的姥姥姥爷。Hello， 大家好，我们已经搬进我们新的家有一段时间了。今天呢，我请了我妹妹过来，然后我准备进行我的一个心里一直拥有的一个对我们的 entryway， 就是我们的楼梯上面那个墙壁那块的一个计划。墙壁空空的，让我感觉到家就还不是很温馨的样子，还没有成为我的了，还没有就是没有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布置。所以今天我和我妹妹，我们准备要她要帮我挂一下一些布置品和画，到时候给大家看一下效果。这些都是我自己收集过来的东西，包括我妹妹送我的一些东西。哦哇，看起来很漂亮。看一下，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可以放相册的是吧？对，我等一下看。好的，看一下，这是他们今天所选择的一些装饰品。这里边也有一些装饰品。看一下，这些是妹妹带过来的一些装饰品。妹妹也是和 Rebecca 一样，很爱收集一些这种装饰品在网上。像这种装饰品可能就几美金一个，平时看到漂亮的她就去拿。他们很喜欢这种竹编的东西，这个好像类似于中国的扇子一样。Rebecca 和妹妹在屋里挂画，我去邻居家借了一个梯子，给他们搞一些后勤的工作。看一下挂后的效果。这四个在一块挺好看的。这个墙是必须有帮忙的。肯定啦，你一个人太高了，我没办法找位置。我来看看妹妹在我们楼梯上忙，看一下孩子们在干什么。俺的张雅安，这两天准备快上开学了，然后妈妈给雅安买了一套新的美人鱼的这个书包，哇塞，好看的不得了。雅安你喜欢吗？雅安喜欢，也有三个。哎 baby，你告诉我答应说。Yeah, Sadie, show me yours. Show me yours. 你 You're shy. Okay. Okay. I will. Go. Get your dinosaur pack, backpack. Okay, I come with you.Okay, come on. I'm fine. Let me see. Big boy pack. 这咱称的 big boy pack backpack 是不是？等不及了，小晨晨等不及上学了。再过2-3周就要上学了，赶得成。最近自从买了书包以后，每天都会时不时的带上去，拿着自己的 lunch box 试一试。To know what this is? What's that? That's when babies play it. I'm gonna
buy this thing. Why? Because they're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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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y weird. Oh, because they're very, very weirdy. Are you a weirdy guy? Yeah. 看一下啊，整体的效果。漂亮的。这些都是 Rebecca 平时收集的一些假的植物，他们要准备放到那个走廊的那上面。看一下啊，我刚才问他们会不会掉下来。他说上面很宽，不会掉，因为我们这边的房子木质结构，它也没有地震这边。我妹妹他们家，她搞了一个那个 shell 啊，然后是钻到那个里面，它也很多植物在上面门口上面啊。It's not gonna fall. Okay, I trust you. 一眨眼找不到程程了，去哪儿都找不到了。Hey, Chang, Becca, I'm serious. I cannot find Cheng Cheng. I really can't find her. Where are you? Hey, I found you. 这是一个好的藏的地方。Why? Why you're 5 years old? You can't play every time. I cannot hide.Too big under there. Okay. Ooh, Daddy. Hey. I hide in the camera. One. Two. I see him. Oh my goodness. That's a hard one. This is a good hiding place because I hide all the time. Yeah. Rebecca, 把这个照片也挂起来了，之前一直在地上放着，这样看起来挺好看的。我们搬进来一直放在地上，因为这个很沉。哦。然后他就帮我搞了一下，很开心。挺好看的是吧？显得我们的这个餐厅更完整了，是吧？今天上午我们的这个卧室的灯到了，等了很久是吧？终于到了。对。外卡迫不及待的要找我把它给装起来了。我们看一下装的效果。我们这边的这个房顶还挺高的，但是这个风扇在这儿就显得不那么好看，有点压抑的感觉，所以我们准备把它给换一下，看看等一下效果怎么样。好了，我这个电闸给它关了，把这个也给关上以防万一。我现在准备把这个给拆开，然后开始装。好了，我感觉这一次就比较应该算比较熟练，我感觉这一次。不知道，我还没有研究这个灯怎么挂。应该干过一次吧。这个很沉吧，你要小心。现在换 Rebecca 再搞一下，已经出来了。哇塞，我怎么搞都没搞下来。已经出来了。太低了，我想要高一点。帮我拿一下，我看大概我好看。我想要高一点。这样怎么样 ？I don't know， 再高一点呢？可以。太高了。Rebecca 刚才 figure out 不好了，现在 figure out 了，就调用这个调整。嗯，等一下爬上去看。好。然后这个就是固定的。嗯、好。然后这个再拉出来，这个你还要再拨开剪掉。嗯、可以。没有那个尖的吗？没有尖子吧？没有。怎么剪？太有意思。哎，你需要哪一个？就你多久你看？长一点吧。这里吧。啊，长一点。看题老爸。This is the perfect. Right. 我用这个剪树枝的刀剪这个电线。这个东西好奇怪，
三个线是同样的颜色，我第一次遇见，我得研究研究这个怎么搞。他说 hot black or red outlet supply wire to black parallel cord round and smooth。这好像是 blue。对，但是上面没有写 blue。Black or red outlet supply wire goes to the black one。那是什么 black？20分钟以后 ，Rebecca 还在研究这个线接到哪呢，因为它这几个颜色差不多。想通没想通？想通了，白色的接白的。啊，这都飞嘎的半个小时了。我还是搞不懂。等你长大，你就搞懂了。第一线要装那个绿色的小螺丝。啊，然后呢？然后这个呢，这就接上了。你没看懂吗？三个条件。没有看懂，他没有说三个。啊？他没有说三个。没说三个。他只有两个。我准备电话联系一个朋友，问问这三颗线怎么办。哎，你好，金师傅。我在装灯，我在装的过程当中啊。三颗线这个颜色我不知道接到哪儿了，因为它的颜色很相近，我看看你能不能帮我琢磨一下，看看我该接哪儿。红的跟黑的都是弧线，你红或者用红的或者用黑的。哦，那黑的这个不用的怎么搞？就接一条，戴一个帽一条就可以了。啊，这个黑的戴个帽就行了是吧？我跟你讲，现在绿色的先不接，你就接。嗯。白色的接白色的。对对对。试一下，然后看这个红色的可不可以用，不行再换一个黑色，明白？我搞懂了。啊塞，这个客厅的灯因为颜色不一样，我们没有经验，从天亮搞到天黑，最后打了朋友的一个视频，因为他做装修，他有经验，然后他视频帮我们指导了一下，终于搞好了。我这会儿把开关给开起来试一下，推一下，哇，可以了是吧？可以，完全可以了，我们叫绿的给接上去吧。好吧，你先关电。终于好了，是不是？最后一步。OK， one, two, three。哇，好看不好看？这样。Rebecca 怎么样？满意不满意？是不是好看？好，看看今天的成果。走廊上的画，然后这上面的挂饰，这幅画。好了啊，忙活了一天，我们终于今天我们的房子又有很大的进步，我们的房子在大家的关注下慢慢的一点一点变得越来越漂亮。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吧，下期见，拜拜。